安德森少校走的是这条路，他可能是到汇合点的捷径。我建议我们继续前进。小心前进。艾许，我是布里斯克，收到没完毕。我是艾许，说吧。凯恩没恢复，我看这反抗军的铁玉相当大英雄，他朝着你那里去了，干掉他。了解，艾许完毕。这码头的货梯是条捷径，看看。货梯已启动。铁玉，我需要协助。警告！警告！13号码头发现未授权太低。